住整个飙泪，带您来直击现场。林宇桥，你要怎样？我要靠北啊！哈，靠北谁？我要靠北中天新闻。怎么说呢？靠北中天新闻。我2003年6月9号到中天新闻报道的第一天，我就受伤了。当时我是一个摄影记者，我就刚好拿到一个坏掉的脚架。我记得我把脚架架上去之后，我一手一放上去，拱下来，整只手指就黑掉，黑半截。那时候我心里想，靠北，这是怎么工作啊？这。那时候我就说好，中天新闻我跟你杠上了。我今天在这边受伤，我就好好在那边撑着撑下去。然后我要继续靠北中天新闻是好，因为霞姐给我很多的机会，让我从摄影记者变成文字记者。然后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中天新闻，我们是所有新闻台里面最愿意投资记者的。怎么说？以我个人来说，我总共出过13趟的国际的军演的差，我上过4艘航空母舰，去过2次巴黎航展，这些都是公司花钱让我们去培养一个专业记者，我们该要有的姿态，该要有的专业程度。哇！所以我要靠北中天新闻对我这么好。哇！所以觉得自己真幸福。所以这17年半一直到今天为止是17年又6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很感谢。我非常感谢中天新闻在我的这个1/3的人生当中，不管我的好或是不好，我都有这个地方是我另外一个家，让我知道我在这里可以好好表现，把我的新闻专业带给大家，交给后辈。我一个乡下来的孩子能够在这里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激。谢谢中天新闻，谢谢。哭过，我只看你发脾气过。